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而且都特别小，要走吧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像不像个小飞碟啊？看，跟那个飞碟基本上一模一样。这难道说飞碟缩小了吗？这里面不知道是啥，我回家打开一下看看，万一来了个外星人，这可咋整？带着吧。这个猫可是来悄无声息的躲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不看它的小心思，这里就发现什么？就这一点很吓人，感觉被浪给打了。像这种小动物也是有毒。看，上来就是狂犬，这个个头还挺大。像这样的狂犬，国家喂饭了，应该是暂时吃不过了。哎，这个沙特别多，国家也得查一下。哎，又来一个。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出来，估计也悬了，关的也特别深。这里来吧，只要灌不出来它就是不出来，它跟这个盐形成那个免疫力了都。怼着它的洞口下去就可以了，不带跑的。好了，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二强，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，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